你今天可以到巴萨多少啊？8万？为什么不能一键最大压注啊？它都没有那个按钮哎。院内玩的游戏哦。币值很大版的。主要是它也是有等级的啦，我就在想说，我的目标不要升一等这样。说真的，你们要玩这个，干脆就是玩这个啦，不要再玩捕鱼，因为这个就是怎么讲，有 jetpack。老实说，如果中的话，是比捕鱼多的哦。那些都不要先乱进去哦，赶快等级升起来。越高等可以解开更多的机台了哦。啊，所以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到 JPEG 啊。主要是我这个等级比较低啊，我们要改升。